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心动的？可是李康医生前几天就被外派到利比亚的医院了。曾经的美好成了烙印在心中的缺憾，再次重拾熟悉的日常，再次感受心的跳动。请接受我的心意，他是我朋友，我的好哥们。我们以前是不是有见过？4月21号晚间11点，巧克力。